各位香港市民，第六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刚刚公布了结果，我好荣幸成功当选。我感謝選委們的投票支持，使我在這個重要的新崗位上更好服務國家、服務香港、服務市民。我將忠誠地、堅毅地承擔這個歷史的使命，肩負這個重大的責任，團結和帶領740萬的香港居民，同為香港開新篇。